Thank you.
后来他就交一千，就他昨天有来，昨天前天有，陈大元啊，那天他干脆哎呀就交一千了，就算了。他因为他说他放假放到26，他又回去，他开开就又回来了，对啊，就那你开还是回来了，一年你想什么时候来打就什么时候来，对啊，开放十块钱，对啊，时间快到了。三四，最后一名，来，这个还没有。